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，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，自然不会有悲痛的来袭。可是抱歉啊，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，这猛烈的欢喜我避无可避，我甘之如饴。抖音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，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，自然不会有悲痛的来袭。可是抱歉啊，我听过最差的话大概就是他说不改，我一定会改。还有再相信我一次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Yeah.